等一下上去的时候，你用左手去拧。在毕业的日子，大家总会想要漂漂亮出门，与同学拍好看照片，而我也不例外。那天早上呢，其实我起得很早，原本想说身为分科生的我想利用早上时间去路易莎读个书，但外面一直在下雨，很怕弄湿了鞋子，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现在在赶公车，下雨天真的很不方便耶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大家好，我是未来的台大法律系学生。赞哦，分科加油，毕业快乐。加油。我来做一个开场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。那现在是早上的，中午的大概12:15。那我们学校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是在下午，而且我们还在这里，其他学校上一半都毕业了。那等一下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毕业吧。嗨，毕业快乐！第一题，说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 vlog， 这是 GoPro。在这边感谢视光哥哥的赞助。嗨，给你。好感受。第一题。谢谢宝贝。迟来的生日礼物加毕业礼物。我们等一下来拍摄。来，这么多夹，可以拿一个。我手好抖啊。好嘞。只有高中才会在同一间教室这么久，就算你很讨厌的人，其实说实在的，在一起两年、三年，好像也没有这么讨厌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是越看越讨厌。有点压抑，居然我收到37张毕业证书，我有点预期有些人可能还要再收一些学分。开始了吗？耶、yeah, ！我也上 vlog 了，要录 vlog， 剪出来，肯定会剪啊！不要跟他说我录这一段了、哦，都不要跟他说我录这一段，到时候他就会报警了。跟我讲，但他就会先看到啊！你要在他剪辑的时候让他发现我录这一段。你等一下上去的时候，你也用左手进你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你这样子到时候你看到全部上面，你去上面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只有你一个人手是跟别人不同边，然后你就会特别突出。你站第一个。对啊，你刚刚是用。我刚是左手啊，全部人都用右手啊，我用左手。对，我们都没有看到，应该没。因为我站在后面。那还是我自己两只手吧。酷毙了，这好酷哦！你要不要讲一点话？嗨。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今天就是毕业的日子。好稀啊，好鸟！家里是在哪里啊？我家里在站下来了。这是不是不能放大？这不能放大，对不对？放家里在哪里？他在上面了、哦，帮洪嘉宇录一个，他在上面。洪嘉宇回去自己放大。但我是觉得这个画质应该是录不到。哎，陈峰，哎，陈峰，这样够。你跟这个镜头打一个招呼，你说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帅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丑男。你说记得去看泽泽的频道，里面也有一堆我。哦，记得去看泽泽频道，里面没有我。好，当天你跟陈安要去拿全勤奖了。要讲勤学，不是全。全勤比较猛，拜拜。我要让你宣传你的频道了。大家好，会把大家订阅我，按赞。我靠，你好像那个，你看黄嘉宇，黄嘉宇回来了，我帮你录了一段，谢谢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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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会不会出包啊？不会出包啊！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出包吗？因为我的部分是 MV 放出去。哦，你会配那个声音是不是？对，我配那个声音。只有主唱，可是主唱上现场。黄梦俊
俊，你过来一下，靠近来一点，靠近来一点。黄光俊现在很不爽，他在怀疑为什么他没有那个。对啊，他没有这个。班导怀疑我嫉妒我才能，怕我把他干爆。没有，他跳烂，这段一定会被放进去。他连这个都拿不到，这段会被放进什么角度？跟你讲啊，他是看不惯我上次睡觉还考那么高，还不知道我没那个奖。全部都有这个奖啊，但是黄光俊没有拿奖。好了，我累，我想睡觉。你轻轻点，然后调一个眉。挑眉，挑眉，挑眉弄一个。啊，这一趴又到这边结束啦！我帮黄嘉宇做一个本场，要做个完美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谢师宴的现场，这里是牛比冲。没有啊，叶碧小姐，你力气怎么那么大呢？被我要九头身。要啊，没有我那么强壮啊。现在洪家宇在吃火锅啊，是麻辣的牛肉。那你可以品尝一下什么味道吗？是王美在吃饭的样子。是辣的味道，就这样可以吗？好吃。几份？口感有一点点硬，硬的是好事吗？因为太熟了，都是瘦肉的。那请问是谁煮的呢？我煮的，所以是谁的问题？我的问题。在检讨王美了。来看一下我们在吃火锅啊，这只是五花柳，全家为什么只在下面？好呀。然后晚上会不会带牙刷来？你可以去冲。那你们木耳是海鸥的肉？为什么？就长得很像啊，就是黑黑。海鸥不是白的，海鸥是黑的。是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海鸥。海鸥是白的，北极熊是白的哈。北极熊是白的，海鸥是北极熊这种。海鸥不是海滩上那个鸟吗？那不是海鸥，不是那个吗？对啊，不是白的。对，海獭。海獭是这个，牵着睡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条线，海上还有其他人类。那个不是海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反正我就以为这是海鸥的。它是黑白的，它的那个羽毛就是翅膀的，就是黑的。对，但楼下往上看它是白的。你看一下陈宇安在干嘛？做错事了，在撒娇。没有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这样子，是不是一下？对，早就吃不下，都该用一盘拿过去了。好的，拜拜。在毕业当天呢，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过，因为还会再回学校准备分科测验，知道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再和朋友们见面。不过因为毕点而勾起许多的回忆是无法避免的。想当初国中刚毕业的我，曾无比向往高中生活，三年一晃，现在竟然高中毕业了。尽管这短短三年的青春，疫情就算了两年半，晨发班游被取消，甚至很多学校连毕礼都没有，但因为有你们，才让我的高中生涯如此精彩。合唱比赛、校庆啦啦队、乐音联展，以及许多的点点滴滴，这些都成为了我青春回忆里那耀眼。